男人加商104学年度毕业典礼日前热闹登场。今年除了有毕业班导师带来精彩的劲歌热舞，学校还特别邀请演唱电影等一个人咖啡主题曲的歌手林心怡到场献唱。林心怡用美妙的歌声传达最真诚的祝福，让所有毕业生都留下了难忘回忆。男人加商104学年度毕业典礼日前在学校礼堂热闹登场，毕业生林子源同学代表所有毕业生致辞，温暖的话语让全场充满感人气氛。为了感谢师长们的照顾与教诲，毕业生们一一献上花束给班导师，一声声感谢与拥抱，温暖的氛围传遍全场。男人加商校长林嘉生表示，每年的毕业典礼总是让他觉得相当不舍，但所有师长们都期盼毕业生能够带着所有人的祝福展翅高飞，一帆风顺。今年我们有1348位同学来这里，在这里举行毕业典礼，其实离情依依，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不过看到孩子们的成就成长，我觉得我们是要给他们祝福。为了让毕业生对学校生活留下深刻印象，多媒体设计科特别制作了一段毕业影片，回顾大家三年来校园生活的点滴。军歌比赛、打靶练习，一幕幕精彩的画面一一呈现，让毕业生们五味杂陈的心情涌上心头。而高三导师们随后也带来了震撼表演，引起现场一阵轰动。看着平日里严肃唠叨的老师竟然不计形象的演出，毕业生们也用最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回应。不仅如此，今年能人更安排了神秘嘉宾前来助阵，又掀起了另一波高潮。演唱电影《等一个人咖啡》主题曲《等一个人》的歌手林心怡，用美妙的歌声为毕业生们献上最大的祝福，也在毕业生的心中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记者陈平、张文琪，新店采访报道。